我内心很满足，回到最单纯的感觉。我想玩红绿灯。好了，红绿灯什么东西？太快了！救我！不可能！救！太危险了！太危险了！等一下！你在干嘛？童年的回忆就是永远参与过，然后今天跟你们参与，谢谢你们，真的，我们永远都会陪你们。